最近一街都是 staycation 啊，想揾緊特別啲嘅都唔係容易噶。香港依間酒店咧就有一個泰國主題嘅 package， 要睇下咩啦。冇問題啊，拜拜。位於旺角嘅 Condos 夠曬方便，今次推出呢個曼谷24小時住宿 package， 俾一眾心掛掛泰國嘅朋友指下引先。睇完房啊，系时候活动下啦喂！话明24小时啊，咁除咗去食啊，去做下 SPA 之外啊，梗要做啲有益身心嘅活动啦。系咩啊？你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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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玩乜波？唔系啊，系泰拳。打爆我镜头！好惊啊！佢拎一只打咗落去啊！唔赔俾你噶，癫嘅。继续上堂。出完一身汗啊，就最啱喺泳池边探翻个冰冻嘅新鲜椰青啦！即刻上42楼个泳池先。哇！喺泳池边 hea 下咁望住个靓景，幻想自己喺泰国 resort， 好爽啊！哇！做乜成台送嘅？使乜讲？话明系24小时嘅曼谷 package 啊，除咗一系列嘅泰式活动。仲包埋餐飲服務噶，同埋我知道你唔想落去食啦，咪、啊、叫埋佢送埋上嚟咯。哎呀，今次真係幾叻仔喎你！梗係啦，咩我食嘢我要。好啦好啦，非常掛住食嘢嘅。食唔够后嘅话，其实住客仲享有7折嘅酒店餐饮优惠，包括米芝莲中菜厅明阁、Fusion 菜酒吧阿拉拜以及特色酒吧 The Garage Bar 等等。第二日朝早亦可以到 The Place 享用自助早餐。玩完成个 package， 仲有力有时间嘅话，梗系去埋泳池同埋 gym room 啦。呢、這个 package 仲可以延迟退房去到4点钟，临 check out 前，又要探翻个泰式传统 SPA 先。